你没有喝的？喝的，喝的饮料。饮料有啊，转角不是有吗？刚这个就是饮料啊，啊，这个是不是哈？新竹风啊，是很大，所以要穿外套啊。冬天来都要穿外套，晚上会冷啊。还可以啊，还吃冰淇淋哦。啊？冰淇淋吗？吃冰淇淋就好。对啊，还是吃冰淇淋好。好，冰淇淋不要。啊，要加那个，加葱。好，要一个就。啊，要香菜吗？没有。反正都不要香菜，不喜欢那个味道。整个家乡菜怪怪。家里寒那个，家里寒。会烧。会烧，那在家里烧。热量哦。那个是冷的呢，冰的，冰呢。吃了会有热量。吃了才有热量。对，吃了就会有热量。我逛，我也逛。好，这样边走边吃啊，还是逛还是要去？会冷了，会冷就要去。先穿回去拿衣服。对，拿外套了。然后他们拿着拍哦，拍着掉了。不会啊，他昨天也没有，我们没有带那个自拍棒出来。自拍棒有，你这个不能用啊，我没有。后面都。改天要去画的，你要拿你那个去看试看看。哦，你那个会很晃哦。是你那个自拍棒会比较好。啊，这个又没在用。因为要装你这个啊。哦。装你这个，再看看这个能不能锁，我给它锁住啊。锁，绑住那个自拍跟自拍棒绑在尾巴、啊、这样子啊，是不是能不能录啊？试看看。走在这边好，对不对？对，直接走过去就对了。斑马线走过去就对了。杨哥，等一下。哦，这个就不错，那个风筝啊。哦。看起来就不错哈、哦。